好，我们来上一点写作吧。也许刚有同学发现我把会议关了，然后开一个新的会议，因为我刚刚想要停止录影，然后它居然停不下来。那学校的 Teams 真的是错误越来越多。好，我们来看第五单元的73、74页。上一次已经看过这一部分了嘛？两个秘书在通信，然后下面有关于这段通信的问题。现在74页要你写一封回信，所以上面这个是Mr. Brown 的秘书 George 写给Miss Yang 杨小姐的秘书，然后对，Linda Yang 是另外一个秘书。然后好像没有看到 Linda 的 boss 是谁，是不是？哦，有啦，Mr. Huang，这个是 Linda Yang 的上司。好，所以现在要以杨小姐的身份回信写给那个 George。然后呢，这封信要有下面这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 Mr. Brown 总是欢迎来台北，但是 Mr. Huang。10月前2周不在办公室。第二段，第二笔资讯，因为 George，就是 Mr. Mitchell，有一个月没有联系，所以你们卖的茶涨价了，涨到每罐那个2.5美金。看原信的话，他原本要的价格是，每罐2块钱。那现在涨到每罐2.5块，然后第三笔，人家要来的那一个月，自己本人秘书本人不在，因为要去大陆去检视工厂，这件事情你今天才知道。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封信怎么写会比较好。其实这就是他大部分已经帮你写好了嘛，很多都是就是把人称换一换，复制贴上就可以。但是我们还是要以回信的方式来回，所以一开头先写 Dear Mr. Mitchell，逗点，隔一个空行，然后第一段。人家说 perhaps in October，所以就是第一段就是这句。Mr. Brown is always welcome to come to Taipei，逗点，but you should know that，应该要知道一件事，you should know that Mr. Huang will be out of the office during the first 2 weeks of October。然后可以再加一句稍微客气一点，譬如说，可能要避开这2周，所以后面可以加一句，So it would be best to avoid these 2 weeks，最好可以避开这2周。好，再来谈生意的部分，人家讲说喜欢茶叶的品质。要这个价格，那人家说喜欢茶叶的品质，你应该要感谢嘛。所以第二点，你可以先写说，Thank you to Mr. Brown for appreciating our tea，感谢布朗先生对我们茶叶的赏识。For appreciating our tea，However，话锋一转，他提示说，因为有一个月没有联系，这感觉其实不大礼貌。说什么这个谁叫你不赶快联系我们？现在涨价了，感觉有点突兀。所以可以说在，自从一个月前，不是啊，一个月前，自从上次联系，茶叶已经涨价了，可以这样子写。Since you last contacted us。逗点
the price of 然后后面就复制 the price of the tea has increased to blah blah, blah per can 每罐多少？ 那接下来资讯讲完之后要把球丢回去，加一句 Would Mr. Brown still be interested? 布朗先生对这茶还有兴趣吗？ Would Mr. Brown still be interested? 然后下一段就不是回答了。下一段等于是你这封信要提供的新资讯，因为他上面这封信写说就是，他上一次来台北的时候一起去吃的，好像夜市还是什么什么，然后就很开心。那所以他可能 暗中在期许，又可以就是让你带他出去玩，所以你这边就要主动跟他说明你当那个他人家来的时候你不在，但是人家又没有邀请你带他出去，所以这个必须是以不成文的方式去讲，就不要讲说，这次没办法带你出去玩，你要讲说顺便跟你讲一声，我那个时候不会在，然后可以讲一句，什么就是招待不周，不好意思之类的。其实那个招待不周那一句，他这边已经给你一个台阶了，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所以没有在上次信件里面跟他讲，这就是一个下台阶。好，所以第三段画风又要转一遍，怎么转呢？想一下。 上面已经用过 you should know 嘛 ，you should know that， 其实也可以再用一遍 ，you should also know， 你也应该知道另一件事 ，you should also know that I will not be in Taipei next month， 挂号可以省略，因为整个信件往返都是在讨论10月，所以这个是跟 你提醒不是放到信件里面的，所以跳过括号 ，because I will be going to mainland China to inspect our company's factory. 然后这个台阶怎么用呢？先致歉，就是消息突兀。 I'm sorry I didn't tell you earlier, 逗点, but I just learned about this news today. 很抱歉没早点跟你说，我今天才知道。 I'm sorry I didn't tell you earlier. 好，所以主要内容写完了，接下来就是问候，然后，敬语，然后签名，所以最后一句可能是， ，仍然就是欢迎你们来，然后静候佳音之类的。所以 ，nevertheless， 尽管如此，逗点。I still or we still welcome Mr. Brown, to visit Taipei， 逗点。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静候佳音。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所以这样的信件就有四段了嘛，开头，然后重点三段，然后那个就是礼貌用词一段，然后最后。 Best regards, 或是 best, 或是 sincerely 都可以。逗点，下一行。 Ms. Linda Yang, 人家写 George Mitchell, 那你就也要用全名，全名在上面这边嘛 ，Linda Yang。然后记得就是这边要有空行。如果是手写考试的时候，你可以用空行的，你也可以每一段缩排。 你也可以两个都做，但一定要就是以
至少缩排或是空行来分段。好，这封信的写法这样可以吗？有听懂吗？这个还算简单，因为它内容都给你了。只是就是因为这个只是纯粹内容，稍微要让它婉转一点，有那种沟通的礼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单元有一个写作练习，38页。这边好，这个我们上次跳过的，对，这个没看过。好，所以我们来看。所以你收到了这封信，主题主旨 proposal for purchase of slippers 提案采购拖鞋。Dear Slipper Heaven Inc. 这是你公司名称。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samples of slippers you shipped to us. 感谢样品。Please be advised that we would like to order 5,000 pairs for the US market at the price of $1.50 per pair. 想要采购5,000双在美国卖。然后采购价格每双1.5块。Please confirm with us that this price is agreeable，请回信确认这价格可以。And how soon the 5,000 pairs can be shipped to us in San Francisco？然后这5,000双多快可以运到旧金山？Best regards, Mr. Max S. Thumb, President, Xmart of America Inc.天哪，人家总就是总裁写给你的，这公司是有多小啊？好，所以这封商业信非常直截了当，他没有特别礼貌礼节用词，也没有要问候什么，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信件往返嘛，人你已经把样品送给人家了，所以这是同一个对话持续进行。就不用太顾及礼貌的部分，可以直接谈生意。所以他这两段也是写得很清楚，先是提供资讯，这一段是资讯，然后这个是提出请求，就是他要你提供什么样的资讯。好，所以他要买5,000双，每双1.5块，然后。问价格可以吗？然后多快可以运到旧金山？接下来这个是你自己这家公司你的处境。You work for Slipper Heaven，对，这是你公司。Your customer 就是上面那个那封信的客户，proposes to buy your deluxe bedroom slippers，这是高级卧室拖鞋，这是他要买的拖鞋款项。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these slippers is $44 NT per pair. 制造要花每双44块台币。Your supervisor tells you to be persuasive and determined to make a good profit. 你上司告诉你要用你的说服力多赚一点钱。然后括号，You must sell them in order to keep your job. 卖不出去就丢饭碗。If you can sell them for more than double the cost, you can get a bonus. 如果卖出去比成本多一倍，可以就是有奖励金。好，这个是你的状况。接下来是你要干嘛？Persuade your customer about the slipper's excellent quality. 说服客户说这个拖鞋。品质多好多好。For example, what are the slippers made of? 拖鞋是什么材质？可以当做一个例子。Talk about the colors or other things that make your slippers unique. 可以聊一聊
颜色啦，或是其他面，这个让你的拖鞋独一无二的这个面向。Note: Be careful about your price in U.S. dollars. 小心货币转换问题。好，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尽量把卖价抬高，然后如果可以是成本两倍的话，会更好。然后货币转换，所以每双4块台币，人家要买每双1.5块美金，我们就随便用就是30块台币来换美金，所以1.5×30，45块，按照人家提案的价格，你每双只赚1块台币，整个单子5000双下来只赚5000块台币。好，那44块台币一倍，88块台币除以30，我们用90来除的话，大概是1双3块钱，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把它价格抬一倍。想想看，这封信可以怎么写？题目有提示可以提，就是拖鞋本身多好多特别什么，但其实还有一个线索，因为这边完全只提价格的部分，但是来信的时候人家问什么，什么时候可以运到旧金山，所以或许加速那个运货时间也可以是谈判筹码之一。所以譬如说你可以讲说拖鞋多好多好，因此我们觉得美金1.5这价格实在无法反映我们的拖鞋品质，所以可以提案1双2.5块，然后呢，这个如果愿意多再给5毛钱的话，我们可以加速运货，提早2周抵达旧金山。诸如此类。好，那个拖鞋怎样怎样，你就随便写啦。到时候如果题目长这个样子的话，我也不会太管你怎么卖啦。你只要讲出有些优点就可以。如果你的策略是刚刚讲这个策略，你可以这样子写。好，我们看一下。Dear Mr. Dumb， 突然发现他名字是一个双关语 ，Dumb 是笨蛋的意思。Dear Mr. Dumb， 逗点空行。首先感谢人家就是对你的产品有购买意愿。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our deluxe bedroom slippers， 这个产品型号。然后这一段就可以开始讲说它有多好多好多好，什么什么。High quality materials， 高品质的材质。Specially chosen colors， 特别挑选的配色。然后什么什么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that makes this kind of slippers。全球只有我们这家公司有制造这样的拖鞋，诸如此类。下一段，所以空一行，然后下一段。For these reasons。然后就讲说价格太低了，人家提的价格太低。For these reasons, we believe that your proposed price, 你提案的价格 ，your proposed price cannot reflect the value of our products, 无法反映出我们产品的价值。We believe that, $2.50 per pair would better reflect its market value. 我们认为每双2.5比较能反映它的市场价值。然后最后再加那个就是加速货运。我们下一段好了，下一段。先讲要花多久才能运，然后再讲说如果加速的话，加钱的话可以加速。所以
Normally, 一般, 逗点, it would take 2 months to ship 5,000 pairs of slippers to San Francisco. 一般要花2个月才能把5000双拖鞋运到旧金山。 然后可以讲说什么，因为你是我们信赖的客户，什么，所以我们提供这个优惠方案。 But since you are a trusted business partner, 逗点, we can ship the product in 1 month if you are willing to purchase them at the price of $3 per pair. 我们可以一个月就送到，如果 你愿意支付每双3块钱的价格。好，重点讲完了，下一段问候一下，或是就是把球丢回去。We 就一样嘛，静候佳音嘛。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good news from you. 啊，不是不是，先把球丢回去。 Please let us know of your decision. 请尽情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good news from you. 好，所以上一次我们静候佳音是写成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这个时候要加那个 good news, 因为也许人家拒绝啊，这就不是 good news 啊。上一封信基本上人家就是要来了，那个没有什么危险，那这个稍微危险一点。 那也有可能人家就是谈判回来，就是只价格只抬一点点，然后又要来回，但那个不管。这封信而言就是写到这边，然后下一段 ，best regards 就是 best 逗点下一行，然后写你的名字，因为他这个情境没有指定你是谁，所以你就随便写一个名字，然后。 职称你也随便写个职称，譬如说 sales department
好，所以回信大概长这个样子。对，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讨论一样，先问候，然后感谢人家对产品有兴趣，产品名称也点出来，开始讲他们有多好多好。然后接下来，因此我们觉得你的价格太低了，然后提出新的价格提案。然后接下来讲运货时间的事情，因为是信任的商业伙伴，所以 willing to expedite the shipment，愿意加速送货，一个月就好。如果价格定在3块钱的话，然后请告诉我们怎么决定，静候佳音，问候，随便取个名字，行销部门，公司名称，大概长这样子。那可以吗？好。我们课本还有一个写作练习，这个难度稍微难一点，在第8页，第一单元第8页。好，收到这封信，要回信给人家，要说明什么时候来台湾开会是最好的时间。那怎么决定最好时间呢？请看第12页，九、十、11、12，这个。用这个行事历来决定，所以这一笔写作练习就是有2个资讯要参考，一就是人家的来信，然后二就是课本给你的行事历。好，我们先看来信。记得哦，你的目标是告诉人家什么时候来最好。OK，来信来自 Leisure Products 这家公司，在美国德州。日期，然后写给 Miss Marcia Chen，这个是你。那你回信的时候要用这个名字来回。然后你的公司叫 Formosa Fun Factory，然后在台北。Dear Miss Chen，I am planning to be in Bangkok。To inspect our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this spring，今年春天我预计会在曼谷检视我们的工厂。I would like to stop over in Taipei to meet you in person and look at your new product line。我想要顺便来一趟台北，亲自跟你见面，meet you in person，然后看看新产品，new product line，新产品线。I will be in Thailand February 12 to 19 and April 1 to 8. 所以这个是他会在泰国的时间。那，他说顺路嘛，所以就是不要离这2个日期太远。好，所以第一段就是他提供资讯，第二段就是他提出请求。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are available to meet with me during February. 好，他想要2月见面。And if you would prefer meeting with me before or after my stay in Thailand，然后要在12到19号之前还之后见面，可以由你决定。While I would prefer to meet with you in February，if you are not available，then I can meet you in April。如果你2月不行的话，4月我也可以，但是我比较想要2月。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new line and the chance to finally meet you. 很期待看到新产品，然后可以见面。Sincerely, Michael Grant, Vice President, 副总。好，所以他想要2月某天来台北，避开12到19，然后4月也可以，如果2月不方便的话。
四月是一到八要避开，所以我们来看行事历二月跟四月怎么写。二月五号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 元宵节，2月28号 Peace Memorial Day 228，所以感觉应该可以嘛。二月好像还不错啊。四月呢，一到八它不行，所以这两个可以忽略。那四月好像也就没什么事，所以两个都可以。所以其实这应该，那这一封信其实应该也蛮好写的嘛。他既然想要二月，那就定在二月啊。刚刚说他几号不行，12到19不行。以天气而言，应该晚一点来会比较好吧，对不对？应该晚一点会稍微温暖一点点吧。所以，譬如说可以，21到27号之间都可以吧，对不对？他19号泰国开会结束，给他一天休息，然后21到27，21到27刚好也是7天嘛，一个礼拜时间刚好。好，所以这封信要怎么写会比较好？好，你的目标是告诉他要欢迎他2月21到27来台北，看新产品，然后跟你见面。可以先想一下这封信除了这个重要内容以外，还需要什么样的礼貌用词、问候词，然后顺序结构大概怎么排？你们先构思看看，然后。给你们10分钟时间想一想，然后我们再下课10分钟，然后下一节课回来我们再比较看看。啊，不对，我突然想到，这个应该是回家作业。对，所以这封信请写好，下次交纸本给我，然后我会花一个礼拜时间改。所以下次上课我们就看电影，然后考前最后一周，我会把改好的作业。拿来跟你们一个一个讨论，然后讨论完之后呢，我们来写作模拟考。对，然后课程就结束了，在下一周你们就要考试。